其实人潮就已经是非常的多了。那在这边呢，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蛙柜。他们的蛙柜呢，主要就是使用再来米下去制作，那再拿来蒸。而且可以看到里面的馅料其实是非常的多，包含呢像是有蛋，而且呢在之后上面也会淋上满满的菜脯，再加上这边的酱油膏，所以呢吃起来是比较古早味一点点。那在这边的消费者他们也说，请你来吃这边的蛙柜啊，一定要配上他们的猪血汤才是绝配。